喽哈 ，Welcome to PDD Channel， 现在你说话是宙斯团团鱼，杰克，放空团团，你好啦，今天要来玩我们的幸运方块竞速啦，好，你们知道为什么刚刚我要说自己是宙斯团团？为什么？因为我们今天要玩的幸运方块是奥林匹亚幸运方块。哦，奥林匹亚，等一下那个雷是给我的，我一个都没捡到、啊，没有啊，我没有，只拿到一个。那这谁的？我吸到了。好了，其实我后来发现我讲我是宙斯好像不是很好哈，嘿，因为我听说宙斯很花心啊。哦，可是我是很专情的男人。是宙斯好。没有啦，好啦，那永远是没有啦，给你赫密斯的啦。好啦，我们今天呢要来玩的这个幸运方块插件哦，对，就是我们希腊神话的主题。那。不知道里面会出现哪一些哦。那我们现在这边有四，已经有四个神的武器了。哦，对，那像我手上就是宙斯的。那杰克身上的是什么？阿提密斯。阿提密斯，阿提密斯是什么神啊？我不知道，我知道他是神魔的安西亚神。那隐约的嘞，这个应该是该说赫米斯。赫尔密斯吗？赫尔密斯是不是姓史还是什么啦？我有点忘记了。我不知道、啊。史密斯，赫尔密斯不是史密斯。哦，直接死掉！哦，太惨了。哎呦，他那个嘞，他祭司手上的嘞，我不知道。我刚刚试了告示牌之后就不见了。哈、啊，我记得剩下一把好像是阿波罗的，你把阿波罗的弄不见了。哇，这个展示框哎、欸，好、哦，要处罚哦哦，你跑出来了，那把是我的，那把是我的，哎、欸，怎样？他记得刚放回去，他隐形的，不知道什么。哦，你隐形了哦，我想说你能跑去哪里、哦、会隐形哎、欸？哦，原来如此，好，处罚一下，干、嘛？跟我屁事！好啦，来来来，那我们呢就废话不说，赶快来抽签吧。嗯，好，你要先抽吗？好，我先抽。里面还多了一把弓哎！哎呦，你居然妥协！哎呦，好，今天怎么回事？三弓。弓被我拿走，你是蓝色，哎、欸，你是黄色，黄色，黄色也可以，可以，可以，啊，不行，哎、欸，黄色可以啊，对，黄色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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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什么？你想说什么？黄色可以啊，我想说的吗？没有问题啊，很黄，很暴力嘛，对不对？你才暴力，绿色，不应该是绿的，我是蓝色，我是红的，好了，我们把东西丢一丢。Okay.好好，我们的这个奥林匹亚幸运方块竞速准备，三二一，开始！冲啊！哇，哇超多吝啬哎！哇哇，这骷髅，等一下，这骷髅怎样？哎、欸，你秒射侠！哇，哈基有阿波罗哎！不是、啊，这骷髅是什么鬼？这个兔子！等一下，等一下，至少打下去了，太可怕了吧！啊！这骷髅怎么回事？我的爸！你也遇到吼，他拿着好像是神明的弓，然后狂射，好扯！神明弓是不是？那你把他打死，你们就有神明弓啦！打不死啊，他太强了！太扯了！我看到了，我也看到了，这怎么打？你们也有了，你们都有，你们都是受神明保护的人呢、欸。没有，是被神明虐的人啊！被虐的人！哇！我继续走，继续走，让我上去，让我上去。我也要一把弓，他被烧死了，他被烧死了，我弓了，哇，好爽哦，弓好强哦，天哪，兔子啊，兔子走开，我掉月饼走开，怎么又会吃啊？你没有，你现在不是阿波罗，现在阿特密斯，我现在有武器了，我要跟他打了，对战，哎，好。好猛哦！我们这边大概钻装一定都超级不缺，钻石超多哎、欸，钻石真是多到爆炸、欸啊。对啊，很棒哎、欸，大家都很想要这样子，你知道吗？我要那蓝丝带，我蓝丝带那一个，蓝丝带那一个，蓝丝带那个是叫什么啊？我有点忘记了。钻、哎、哇，太扯了！又是 TNT， 我要爆了！我要爆了！好惨！哇哇哇！神明听起来超惨的。哦，怎么了？你把那个做出来的装备直接拿在手上，它就附魔了。哈，对耶，拿在手上就附魔了。
没屁用，蓝狮一下就死啊！啊！啊！又是兔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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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兔兔弄下去了啦！不要难过，大家都会死很多啊，感觉死不少啊。这个你是哪里过不去啊？就哪个坎？我还在平台，我还在平台。好啦，我帮你打死他啦！哇，你好会射，好强哦！死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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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死！哇，你好会射哦！你是乱射的吗？是什么啊？你好会射！你等下平地的时候，请记得我有帮助过你哦。好好好好好！哇！棒棒棒棒棒棒棒！哎，不对，这样你有他的功嘞。真的，我受团团眷顾了。天哪，团团神的眷顾！你是用他的努力了吗？为什么是努力啊？听起来怪怪的。你可以帮我看我的背有没有能力一直更新吗？我觉得啊，我有看到哎，你的 level 负一百哎，怎么回事？我看我的背，变态！哇塞，哎，你是百年级。那个难得一见的那个奇才，奇才哦！我没看过能力值是负一百的啊！我讲错话了，第一次看到，死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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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吓死我了！那看到一堆绿宝石砖，怎么又是水井呢？真的，一堆绿宝石，绿宝石，这船是怎么回事？哦，金砖，哦，等一下，等一下，太多奇怪的东西了，绿宝石跟什么？太多了。真的是他的钻那个石那个什么宝物真的给的很怎么样很不吝啬不吝啬都是哎、欸、真的是对啊对不起、欸、怎么又是井呐、啊、我不要井哦 building 哦它是盔甲架哦什么东西、哦、这个井可以这个井可以这个井可以太小这个井不行、欸、哎呀不是吧我要重爬哦。Apple Jack， 耶！拜托拜托，不要 TNT， 不要 TNT， 不要 T！ 哦，我要说话 ！T T， 我要重爬啊！不要哭，这个就跟人生的道路是一样的。你怎么没掉钩？哦，起起起起起起起，起起起起起起。七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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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
你的重生点被炸开？我是有按到的啦，因为刚 TNT。哦，你有按到的话，那你就在那边设定就好啦。这里。OK。太多船，别淘汰啦！不要。我要死啊！这是怎样？你在僵尸打得死吗？我也要重爬了啦！都是你们啊，都是你们的错，又我们了，跟我们什么？都是你们。等下为什么会一大堆那个啊？有人一直开刀是不是？哦，原来那是那种东西哦。哦什么东西、哦？我懂了。我不懂啊。我也不懂。我懂了。谁加入游戏？谁？那刀是什么？我刚刚一直看到。你怎么还没掉弓？我打了两。你杀十几个神都不给你弓啊？我打两个神了，就是好没有掉弓。看来你是被诅咒的男人了。对。路上的船也太多了。超那个。路上的船，对啊，会开到一大堆船，太可怕了吧？超多船，你们应该也很多吧？金苹果吗？下去啦！对啊，你应该也超多的啊，对啊，所以你们直接拿来当饭吃好了。哎呦，哦，我终于拿一点像样的神器了。可是我没有装备耶，你们有吗？我是打僵尸拿到的而已，就对啊，他没有特殊神装，嗯，好像没有哎、欸，好想要、嗯，我也好想要，大家都想要，嗯，这哦，又一堆僵尸啊，你们走开啦，啊，僵尸可以打一下，我被打下去了，屌装，好、哦，真的是苹果当饭吃呢、欸，真的苹、啊、果当饭吃。等一下，我这是要又往哪边走？每次出来都会忘记我要往哪边走，这边吧。Yeah，Apple，Apple，Apple。哎呦 ，Apple，Apple，Apple。到底是 Apple 还是 Apple？Apple。哎，这是什么？好酷哦 ！Apple。拿到新东西。好酷！我要先设存档点。保险起见。
保险起见再设定一次。好，阿宝，阿麦的啊！哦，我拿到两把阿波罗弓啊，我把一把丢掉。阿波罗会给什么效果吗？没有，我说相较之下，他的弓箭比较好。你喜欢阿波罗香蕉？阿波罗香蕉，阿波罗的香蕉，你不要乱讲话，好被搞鬼，我死了，我被讲了，好，我听错了，听错，哦，又是一个帽子，这帽子我一堆了，我有拿到宝石哎，可是宝，我也拿到很多宝石，我在想说他能不能做一些什么，对啊，所以我就先留着，知道吗？先留着。我有捡到一些它特殊的东西，但是不知道它的功用。妖术贵哦！喂喂呀！我的妈妈！喂呀 ，Family！ 喂呀 ，Family！Family！ 我掉下去了。哎呦，好远哦！哎呦，好远哦！来，等一下，这个路也太难走了吧！我快掉下去了。TNT。哎，旁边捧嘎了！我，不好意思，撕了，撕了！哇塞，妖修哦，你借一下，跟我开玩笑吗？啊！怎么了？没有一大堆僵尸！哦，我们刚才有遇到啦！怎么又是你呀？哦，我又要重跑！哦，来了！我来站在这个高台，用这个弓箭射他们了。哇，你有弓箭，好好哦！我也有啊，我有弓没有箭，我到了，你到了，好了，快了，太快，你怎么这么快？我就差一，太快了，谢谢你们也差一点点，我也到了，夸张，太快了啦，夸张，不会啦。我也到了，好啊好啊，等等，好，我要来整装了。你在干嘛 ？OK， 你干嘛 ？OK， 做一个安全区啊。哦，毕竟等下是弓箭大战，你不这样围起来，等下一出场就死了。酷酷，哎，对，也是有道理。那我要把它装饰一下。我们的这个奥林匹亚的 PVP 准备，三二一，开始！哇，冲啊！你怎么可以飞？我怎么不可以飞？啊！装备不够。他不死哎、欸！都不会死啊！他可以飞啊！我可以飞啊！我的弓箭，你的什么装可以飞？我的弓箭可以飞。哎、欸，太夸张了！你下来哦，可是你们杀不死啊！杀不死啊！打不死啦！在哪里呀、啊？杀不死哎、欸！打不死啊！每一个都是无敌。啊、是不是大家都有吃果实啊？禁果，大家都吃禁果了啦。看来禁果不能吃啊。所以禁果不能吃，但是啊，我觉得金苹果应该还金苹果应该还可以啦，还可以吧。禁果不要吃，禁果封印啊，消消回家消效果。四位众神，你们移除了禁果之后，准备好了吗？我好了，我好了，来准备。等一下，你们去哪里？众神离开了，窗户没关好啊。哦，众神们，我们准备三二一，开始。开始，金苹果先吃。还有，你不能飞，欸、好扯哦！下来，等一下，我的地板，等一下，我的地板不见了。等一下，我出不去了。我暂停一下，暂停一下。好，暂停。我的重生点，我重生你掉到虚空，好的你为什么？等你。好，我好了。好，准备好了吗？好了，好，开始。等一下，忘了吃金苹果。等一下，没机会吃金苹果啊！哎、欸，我受不了月！哇哇哇！太扯了啦！我怎么看不到？我怎么又掉下去了啦？杰哥！啊！哎哎啊！我也死了！我没了。等一下，我又掉没有啊？我飞起来而已啊，大家都没了，等一下，我掉下去，我掉虚空。好了，反正陨月就活到最后了，就这样。好，没办法，我跟杰克都死了，对，太好玩了。
对吧、啊？不过不影响排名啦，不影响，不影响。好，结果发表，首先是竞速的部分，第一名是杰克啊，耶、第二名是允月，第三名是我， 最后一名是哈记。哈记，你不要在我面前一直被我砍。那 PVP 的部分的话，第一名的话是杰克哦。虽然说杰克跟我一样都杀五个哦，但是因为杰克比较快，先把我射死，所以杰克是第一。再来第二的话是我，我也要杀五个。那第三名的话是允月哦，允月呢，基本上 PVP 全从头到尾都在掉石口，他那个点有问题啊，对，我射点都没成功。然后呢，就在我们全部人打完的情况下，他还有一条命，所以他就最后了。对，然后呢，最后一名呢，一样是哈记。所以我们的总名次部分的话，第一名的话就是我们的杰克啦。耶、好啦，那今天这个呢，果然啊。禁果不能乱吃，禁果吃了太强，禁果吃完大家都死不了，太饿了。那等成年之后才可以吃哦，成年之后才可以吃哦，跟大家说哦。对，好啦，那么我们这一次的幸运方块竞速呢，就到这边告一段落啦。那大家呢，如果呢有地图想要给我们跑的话，别忘了影片下方有投稿表单可以做投稿哦。影片呢就到这边告一段落啦。如果喜欢，别点击喜欢按键，订阅我们 YouTube 频道，也加我们粉丝团的赞。那么我们就下一次再见喽，大家拜拜，拜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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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想要观看杰克直播的话，可以到 Nono Life 搜寻844-1805哦。Aloha, welcome to PTT Channel。哎，你说的是半空团团？我才没有半空团团。不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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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